有点猛，下午才缓过来啊，回来吃饱了，倒头就睡。把周一到周四啊当中一些没有处理的啊一些内景操作的记录啊拿出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牛肉干啊，牛肉干系列啊。开场的这个就是生牛肉干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的啊，纯天然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这个加水啊。这个呢，他本人其实很多年前就知道啊，耳朵里知道有这个硬块，但是自己曾经试过，一弄呢生疼啊，然后上医院又害怕弄得更疼，就一直没敢来。其实，没那么复杂啊，单纯叮咛栓塞很简单啊。合适的就直接取，当然有一些确实，体积比较大啊，顶天立地的啊，就想软化一下啊。这个呢，老人啊，之前我们其他同事看过，已经预先泡了几天，然后说赶着我出门诊的时候再过来，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在嘛。这个也是对的啊，当然，直接取也可以，但有的时候也看本人对于医生的这个信任程度啊。能来找我的呢，都是对我有一定了解，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他是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础啊。如果完全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也赶上我，临时像周末排班啊，我们因为这个值班大家轮流啊，周末有时候我也会赶上这个，我值班的时候在啊，这个时候有时候碰上叮咛栓塞的话，患者特别紧张，那个我也不强求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这就好像以前我记得这个。有个古代的一个事儿，就拿斧头削鼻子上的灰啊，表演一个绝技。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啊，大家围观的人都很精彩，叹为观止。后来这个鼻子上涂灰这个不在了，他拿斧头的也不再表演了，意思就是一样的啊。因为如果说两个人没有一个充分的信任配合，有的时候有些操作也不安全。好，这是一个小朋友啊，小朋友，双侧啊，外耳道叮咛栓塞，堵的确实比较瓷实啊，顶天立地。孩子呢，还可以吧。家长来之前也是做过思想工作啊，也看过视频，大概心里有个了解啊，但是这些呢，只占一小部分啊，更多的是儿童对于，这种外耳道刺激的忍耐程度啊。所以传统上来讲啊，这个多数儿童的叮咛栓塞，如果没有内镜的条件，肯定是不能直接取的啊，肉眼做不了这么精准。啊，通常是采用软化，就像前面这个老年人。我说的是处理啊，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可以暂时不动，即便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啊，也存在一定自然脱出的概率，并不是说医生不动他，他就会在这待一辈子，这个不绝对啊。儿童的叮咛跟成年人完全是两个概念啊，结局转归是不相同的。小朋友啊，如果说耐受不了啊，强行操作，那是会非常的麻烦啊，容易造成损伤啊。这个孩子啊，整体还行，配合的还算可以啊，最后里边还剩了一点。刚才说啊，就是说这个儿童的配合程度啊，不同的儿童差异会非常大。即便是同一个孩子，他的左右侧也会不一样。
刚才右侧啊，看上去很困难，但实际上操作很简单啊，孩子配合也相当好。左侧呢，看着现在是左侧啊，刚才那个是右侧。左侧现在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孩子就坚持不住了啊。所以这个儿童的稳定性啊，差异比较大啊，是无法去在操作之前做出精准的评估啊。这边这个块头啊，明显其实比那边要小，但是这个先操作的还是那边啊，这个是后操作的。常理来说，一般困难的都结束了，简单的是比较好弄的。但是这个孩子呢，在操作左侧的时候啊，没法配合。可能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因素吧，然后浸泡了一下啊，所以这事儿就不强求啊。泡完以后啊，泡软了，一点点把这玩意儿啊做到门口。负压信息呢，对于干燥的啊牛肉干吸引的作用很差啊，这泡的湿润一点啊，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然后再上钩汁啊，给它最后啊 K 出来。整个在镜头面前呢，左边稍微差一点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好，显露清晰的鼓膜啊。啊，这个也是啊，这个是直接就是泡好的，这是另外的一个小朋友来之前就已经先弄好了。泡了有几天，实际上泡的还不是特别理想，这就是丁丁栓塞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儿童，外耳道空间窄，有的时候最外侧的外侧的一部分软化的还行，但是靠到鼓膜一侧啊，因为液体不太容易浸透过去啊，被最外侧的丁丁挡住了。所以靠里的那一段有可能还会稍微偏硬一点啊。给家长帮着把这个孩子耳朵啊做一个牵引，孩子的这个外耳道太窄啊。儿童的外耳道空间狭窄，而且他这个软骨段跟骨段之间啊会有一个夹角。所以在牵引外耳廓的时候啊，能够让这个空间呢稍微的大那么一丢丢啊。这好像是个妈妈啊，涂着这个指甲盖啊粘着亮片儿。这个操作已经比较危险了，这个位置已经很深了啊。这个是靠摁是摁不住的啊，这个基本上还是得孩子的一部分靠孩子本身的忍耐力，另一部分就是只能说是操作的时候尽量的动作轻柔。即便如此啊，依然会有不少啊来做丁丁清理的，以学龄前啊，就是七八岁以前的居多。七八岁以后的要明显的就少很多了啊，越是小越难处理，而且越可以不处理啊。孩子如果很稳定啊，配合很好，医生可以尝试，但是得格外的小心了啊。两边都泡过，那边多，这边少。总之
呼我上瘾了还打的，小点声，说你呢，瞅啥？好，这个小朋友的这左侧的叮咛栓塞啊，双耳的叮咛栓塞。今天视频啊，到这儿结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